我告诉你，马拉多纳一停赛啊，这阿根廷没戏啊，肯定的，信不信？谁不信，我跟他打赌。你要来了，胡伯伯，您又急着上谁家拖地去？你甭管，我乐意。谁给我打赌？哟，您放心，您放心，这儿啊没人跟您打赌。阿根廷啊，阿根廷都被淘汰好几天了，蒙谁呀、啊、你？蒙谁呀、啊？连我爸都蒙不了，爸是吧？哎，小胡啊，哎哎，这赌博是害死人的啊！老爷子，您这是哪跟哪儿啊？您、哎、我们又没赌别的，就赌这个、啊、拖地，而且啊。还拖得很不干净啊！你跟杨老在这儿呢，好几天没有看见你出来转转了。哎呀，气色不错嘛！杨老啊，啊，你坐在这个轮椅上，一定很舒服吧？还可以，还可以。哎，小傅，您坐上来试一试吧。那我就试一试。哎，爸，先说一下啊，我可不管推您啊，我又没让你推。我可以让小杨带、不要紧嘛、啊、我来推你啊啊您敢推啊、嗯、啊我也不敢坐呀、我看就让这个哎就让老胡推吧啊我凭什么推你我你打赌输给了我啊我输给你一次就管你一辈子、啊、我跟你说好了 啊你要照这态度我可不让着你啊你要有本事咱们再赌一次赌就赌嗯啊我也不让着你了、哎、今天晚上谁跟谁呀、啊、今晚上保加利亚对德国啊哎哎、哦、你估计他们谁赢的可能性大一点傻子也知道啊当然是德国赢啊傻子都知道哎这么说你跟傻子站在一个立场上、哎、你就那么肯定哎好那你说德国赢我就偏说那个对对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对我就偏说保加利亚赢啊爸这可不敢胡说啊人德国队世界冠军可不吗冠军怎么了啊当一次冠军就管他一辈子了、老胡啊、回头你要输了嗯啊就用养老的这个轮椅、大街小巷你推着我呀绕世界转那么一转行你非要推着我转转呢我也没意见不公平吧啊凭什么就让他们离门那么近就去上门啊还不让别人去拦着他们啊要是这样的话我也可以踢进去不行了爸您不懂别瞎说那叫罚点球要罚也该罚他们嘛为什么要罚我们呢什么他们我们的爸您千万别想不开啊您就真输了我们也不会不管您大不了我推着胡歪歪大街小巷绕两圈我怎么会输啊哎你看这个保加利亚现在有转机嘛哎从左边传到右边哎诱敌深入啊出其不意爸、这个、您好好坐着瞅瞅您闹心哎看罚人一球了啊好大胆谨慎走起脚射门走啊真没想到啊傻子怎么没有想到这应该早就想到了嘛哎多亏了我的正确指导啊好乘胜追击再接再厉吧啊你看二过一啊传中该传中了、瞧瞧咱们把人才啊这刚几天呢全改专业术语了头球射门还要多快啊！吹的就那成这个样子，你跟劳动人民唱的。
向你推呢。人家知道的是你打赌打输了，知不道的还以为我今天什么毛病了呢。哎呦，傅老啊，你有毛病？哪有毛病？哪有毛病？我给您治，我给您治。您啊，我真有毛病，也不敢让您治。哎呦，你看你把你爸爸给治的那个。您呐，您要是真没毛病，您就别老坐在这儿装我爸爸了，行吗？这瘟疫我还有用呢。赶紧回去睡觉去，今儿晚不晌啊，决赛啊，不决赛，得到我们家看去啊。哎，对，看决赛今晚上。这哪决赛？我的机会又来了啊！老胡，你说谁赢？你还不知道哪队跟哪队呢，你也就问我。哎，我不管他哪队跟哪队，我就问你啊，谁能赢？这我还真不好说了。那你说谁能赢？我说啊，我啊，谁跟谁呀？巴西跟意大利。你说谁能赢？要我说，应该是巴西呀。啊，我就说巴西赢。那我也说巴西。那不行，你呀得跟我反着说。我凭什么跟你反着说？凭什么？每次都是你先说，然后我跟你反着啊！这次你非得让我先说，怎么你不敢跟我反着？啊，你服我了是不是？服我那就算了吧。凭什么我服你啊？我告诉你，那意大利队也未必不能赢。哦，哎，反正啊，咱们俩就这一回了，我比个高低，赌吧，赌什么？赌。那就赌谁彻底服谁。不用，巴西赢了。你就站在这儿，哎，站在这个邻居的跟前儿，哎，给我来个三鞠躬，一起告别呀。那倒也是。那就，哎，那就说三句话。你就说呀，老夫同志了不起，老夫同志教育了我，我要向老夫同志学习，就这三句啊。那要是我赢了呢，就是老胡同志了不起，老胡同志教育了我，我要向老胡同志学习。行行，咱们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三句话。好，行。真不容易，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咱往那边说去，行不行？说完就算完了啊！那不行，这边人多，非得在这边说。不不不啊，咱们共事那么多年，你这么一来，我在这片我抬不起头来了。这么着，我请你吃饭，你愿意上哪儿，我请你上哪儿，怎么样？好好好，请我吃饭。这个饭我是要吃的，这个话你也得说。来来来，哎，老胡同志啊，有话要跟大伙儿说，很重要的话呀，很重要，很重要。说吧。是这样，我跟老傅呢打赌。哦，是是是，当然也是开玩笑的。来来来，哎，不要避重就轻啊，就说那三句话。哎，喊呐，喊口号。好，老胡同志了不起，老胡教育了老胡，要向老胡学习。